还是为黑帮的儿子做悼念仪式上对礼打电话啊！我说你赶紧啊，这个涉及到那个英雄啊、英雄啊、历史啊啊，这样子我就比较好。前一段时间电视剧《狂飙》出现了，然后在某书上大家说，娃哈哈太牛了，这个广告植入这么成功。在镜头里摆了一堆的娃哈哈 AD 钙奶、啊、这个不是我们主动的去做的植入吗？没有，我们没走，没去做，但是我是还是有看法的。他们告诉我，我特意去看了一下，看一下是他是为黑帮的儿子做悼念仪式上对礼打电话啊。我说你赶紧啊，这个涉及到那个英雄啊、英雄啊、历史啊啊，这样子我就比较好。